泰式家庙，琼林，金门国家公园中七大传统聚落之一。蔡姓家族是琼林的大户人家。琼林聚落最核心的是蔡氏家庙，建于清乾隆35年，西元1770年。琼林蔡氏家庙为传统两进式建筑，显现出灵活流畅的空间动线，为金门两进式祠堂的代表作。明清时期，琼林蔡氏家族出世者甚多。明穆宗隆庆戊辰科进士蔡贵义，官至贵州学政，升浙江按察使司，位居涅槃要职。明神宗万历14年，丙戌登进士蔡守愚，官至云南布政使司，世称樊伯。明神宗万历17年，己丑登进士蔡献臣，官至浙江学政，升光禄少卿，进赠刑部侍郎。明神宗万历17年，己丑进士蔡茂贤，官拜刑部山西司主事。明思宗崇祯7年，甲戌进士蔡国光，官拜理科给事中，直司封县，权倾一时。清道光24年，甲辰科进士蔡廷兰。清代武将有福建水师提督军门蔡攀龙。祠堂内联对已陈述分支源流、科举功名与忠孝节义等，让后代子孙了解家族渊源与光荣事迹，保有慎终追远之情。